明哲的的什么 take 吴汤廷玉的球鞋 take。太太，吴明哲、汤玲，有没有看到那个黄色、蓝色衣服的？他现在正妹。好像。好像。上了上了。上了上了。哎呀。哇！刚上场。上场。你看，你看，看那个。上场，汤玲。特写。两个紫薯的头发一模一样，笑起来也一模一样，可是一个，一个是爱上男的，一个爱上男的，一个，最后一个这么快，我们跟不上对面的人。一个是男男最强，一个是男排最强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我要跟。是吗？没有吧，男男没有最强，男排才是最强。男男没有最强。对，男男他不是最强。男男最强。即将成为最强。大概最小是谁？江一伟跟吴明哲并列。先去。也蛮强的。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好球 ！No。就这样。吴明哲跟江一伟打，可是他们打的位置不同，是吗？哦，也是啊。再打一个。江一伟跟吴明哲，我觉得可以同，他们都是的哦。哎。Goodbye. 哎呦，又变错了。没有就慢，没有就慢，没有就慢。哎呀！哎，乔欢去旁边坐了。乔欢，你累了。你累了。你很弱哎、欸，专业经理不能这样。第一节啊，第二节啊，第三节，那么快？哇！就像空气一样臭。刘希轩在放屁。过半，过半。你觉得很紧张吗？对啊，你不觉得很臭吗？很臭啊！胖男生叫 Hebe， 真是太玷污我们的 Hebe， 太贱了。哪里啊？七号太贱了。哪里？七号啊，七号。他叫 Hebe。H E B 吗？对。看到没？快点骂他。哪里？陈文环的七号。七号。陈文环在那边。他要抓球了。转过来了。他在鬼城附近，他现在跑过来。我等下我看他。是啊，他要转过来了。好臭哦！他接到球，板，篮板。你看看看看看看，你看哪里啊？真的，快点骂他！快点骂他！不要吵了，球赛重要好吗？你很烦哎、欸。现在不能再讨论其他，现在已经第三局了。S H 已经不重要了吗？现在第三局，哎，志俊，他叫我卡呢。哎，刚录音。好好好。
好臭。靠！蛋！慢！你不觉得很恐怖吗？整个爆发！哇，你朋友出现他就变这样了。你要他，那你叫他明天全部直接待在这里当经理。反正他们明天也没事。走了！加油！嘉义我又顿一下了。刚小黑，我靠！走！三个！耶！叫一下，乱叫！我觉得其实有点打得有点乱。对啊，而且刚刚吴明哲犯超打的。刚刚小黑直接拉那个肉干的手。对啊。我也觉得他怎么没吹放过。刚刚他们只是肉干。还有好松，背后肉干的，哦，我看到小几小，抓好抓好，哎，看球，哎呀，看对，注意一下啦，不要急，骂一下吴明哲，蛋，可以看，哎呀，不行。不要急，我好烦哦，叫他们不要急好吗？现在是夺权的，两次发球又一次发球权。哎，文发加一文，夺权就有两次发球，一次发球权。文发，这我今天刚学到的知识。休息哦。